小红，过来。干什么去了你？这么大的姑娘，心这样野。唱什么？随便唱一个什么好了。唱个四季歌好吧？行行，随便。好好好好。喜欢他们？喜欢。那个拉琴的我认识。哎，阿王。咦，老陈，谢谢啊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请坐。谢谢。这就是古先生。哦，就是。对了，古先生。哦，久仰久仰。古先生很欢喜你那小姑娘。哦，是吗？我叫她过来。小红，过来。叫声古先生，古先生，真不错。你坐，坐下。哎，小东子，哎，吓得我一跳。坐坐下。哎，哪儿这么响？坐了一半了你。坐了一半了，哪儿这么香啊？哎，老板。生意好，马马虎虎，差不多好了嘛，不要气了，不要气了，到我家里去玩去吧，快快快快！就是就是，哎，我出去一下，你跟他慢慢的剃，好好的剃啊，不要把人家头这么瞎弄。
把他吓死了。宝宝别吓别吓啊，别怕别怕。宝宝听见你老远的喇叭声音就知道你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宝宝真乖啊。这都是宝宝，你瞧陈叔叔这外国衣服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啊。宝宝你瞧陈叔叔像不像外国兵？像不像？哎，宝宝，陈叔叔抄抄给你看好吧。哎，你看啊，一二一二立正。宝宝看，宝宝让陈叔叔抱抱。我不会抱，我不会抱。那么让我亲亲们呢？宝宝，他不让他亲，他嘴臭的，别让他亲，他嘴臭的哦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去。这位房东太太对你真有点意思。他的嘴臭的，不要给他亲，不要给他亲。都是短头发。小陈，你嘴臭不臭？他怎么知道呢？滚吧滚吧滚吧！哟，真像一个外国兵呢。外国兵的衬衫也有只有这么一点吗？这好了好了，不会说话就少说话好吧。小凳子，这张照片给他找到了，拿到我们家里挂去。好，先让我们写几个字好吧。不用，我来写好了，把笔拿来。哦，小陈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那个难字怎么写的？笨货，连难字都不会写。哎呀，我来，一二三，三个笨货，让我让我。好，你来你来。共享有难，哎，老王。难字怎么写的？难字还不容易吗？就跟母鸡小鸡的鸡字差不多少吗？这边半个佳人才子的佳字，这边半个上海的孩子，哦不，不半个天津的京字，也不，慢点，那就在嘴边上嘛，那，哦想起来了，昨天报上有的。那在这儿呢，瞧这边不是半个佳人才子的佳字吗？可是这边不是半个上海，也不是半个天津，是半个汉口的汉字。哎，你不过弄错了个地方啊，字倒还是这个字。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拿去吧。嘿，瞧，吴天天报来了。嘘，别想，别想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别起法，别起法了。
小红。哎。你瞧。够多么脏啊，这么大的姑娘做这么一点的小事都做不来，只会吃饭。怎么样，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怎么样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没有。 No No， 你又是老脾气来了。你也知道那个姓谷的在上海很兜都转的，我好容易今天才认识他，应该跟他去喝喝酒，结交一下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嘿嘿嘿，哎哎，快快给我，给我，哎，真像个鬼，走路声音都没有。
连一个顺子都没有，老刘，你来替我打吧。还是回去睡觉的好，真气死人呢。哎，慢一点走。你不要借着我逃，我没有对不起你。事情怪我们自己不小心，跟老太婆知道了，她吃醋打你，我在旁边也难受话呀，你自己洗。哼，怪不得你们又在家捣鬼，叫我怎么不数钱呢？要你的东西。哼，光光的出去，光光的回来，这个车太保罗上进东西，给我死出去。哎呦哎呦，狼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呀呀，
哎，来了来了，嘿，真漂亮，还像个十几岁的小伙子。算了算了，真的真的，完了没有？完了。小红走了，我带你去玩去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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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了吗？给过了，给过了。混蛋！你打门一块。一大梅快，一大梅快，哎，一大梅快要吗？哎，行，买了，两大梅买一大梅要吧？哎，买两。还要点什么菜吗？来一个油爆肚，白鸡，炒虾仁，还要什么吗？来了再说吧。是。哎，去，去去。我看见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们买完了布就上馆子里去吃点心，我也盯去的，我盯上了楼，还给那伙计赶下来呢。我看见小红很高兴，那个胖子在杨浦店里送布给他的时候，他也很高兴的。我一看那胖子不是好路的，我马上就叫阿炳去盯他去。你瞧，我的眼睛没瞧错吧？我眼我够了够了，不会说话就不要说。哦，那你瞧，小红，我恨你，我也恨你，你不应该，你为什么应该不应该？让我走，我不准你走，我偏要走。好的，你要是走了，你从此以后你就不要来了，你。好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Oh!
干什么呀你？嗯，放下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哦，你别管我，心里有点难受，你别管我。不行，你又不会喝酒，你喝的太多了，放下。你听见吗，小陈？你别管我，你不喝你自个儿别喝好了。你别管我，你，你瞧你的脸，你已经醉。哎，下来，下来，小红，客人叫你为什么不下来呀？下来，你不理我吗你？小陈，我叫他下来，他不下来应该吗？小陈，我偏要叫他下来吗？No，我要你下来唱一个。小陈，哦，是是是，小红。客人叫你下来唱一个，你听见没有？唱一个行啊。哎，唱一个《天涯歌》好吧？下来唱，快点！心里难过，不关你们的事。对不起。留步留步，变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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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进去。你来玩啊！好好好好，你请进去吧。那么你进去吧，我来送下去。好好啊。我刚才忘了跟你们嫂子说一句话。哦，请进来。嫂子，有一件事情我实在不好意思说，不过我刚才喝了一点酒，我也不怕丑了。
那算是你们看得起我。这一点，先给你买件东西。请坐一会儿，别忙，别忙。我要上德云楼去一下。好了好了，你请进去吧。没有什么。是哪个王八蛋？你？亏得你还有功夫来看我吗？你是不是来跟我要那件漂亮的衣料的？原谅我好吧，小红。好了好了，小红，你闭嘴，小红闭嘴，我要你闭嘴了，小红。我对不起你，全是我不好。要不要出出气好吧，小红？全是我不好，全是我不好。小红，你应我的，小红，你不恨我吗，小红？哎，我恨你！要不是姐姐叫我来，我从此再也不要看见你了。你姐姐。是你姐姐叫你来的吗？哎，上一次买东西给我，带我去吃东西那个人，他今天又到我们家来了，他在妈房间里讲我，我都听见了，我还看见他给钱给妈，
他们一定要卖掉我的。给钱？给钱？不要急，小红，现在马上想办法还来得及呢。来，你过来，你坐下来，让我们替你想办法好吗？你以后对我好一点啊。嗯。你笑一笑呢。嗯。你笑呢。嗯。不笑，好你。哎，你来瞧。嗯。啊。那我们也可以去告他呀。就是。可是现在打官司怎么打发的？现在。那我倒不大清楚。那就难了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找他去。哎，你病好了？这点小毛病要什么紧的？好，你陪我一块儿去好了啊。我们这样子怎么好去呢？不要紧啊，喏，我可以穿上我那件漂亮的衣服，我就说我在海关里做事情呢，啊？那我呢？你看，你，嘿，你就拿这毯子去，你算我的包修夫好了。对，你就做我包修夫吧。哎，他笑了，你看。哎呦，笑了。没有，我没有笑。你没笑，啊？你想想看，那他像不像我包修夫啊？啊，瞧瞧。你瞧，我们已经站在云头里了。这真是天堂啊。真是啊。天堂比我们家里热吗？哎，热。包先生来了，请坐。你们是不是预备要起诉啊？不，我们是来打官司的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是我的包车夫，
叉子。他的家里头有一个。不是我家里。哦，对了，是他的一个。对了，是他的一个亲戚，他也不是我亲戚。那么是什么呀？是邻居。很对不起，照我们这儿的规矩，五两银子一个钟头谈话费，写封律师信是15两银子，帮办那次出庭是100两银子，我本人出庭是500两银子，我看你们还是去斟酌斟酌吧。500两银子，500两银子是几块钱呢？妈的，打官司还要钱呢。这我倒没想到。500两银子，妈的，打官司还要钱呢，我从来没听见过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？你不要急，我慢慢想法子好了。你看这办法好不好？小红，嗯，不好，这办法不好。傻丫头，有我你还怕什么你？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帮忙呢。对了，我们还有好多把兄弟呢。快快快，你先回去吧，赶快回去，待会儿我们可以搁桥把你再接过来的，好吧？回去啊。这办法不好。嗯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回去吧啊！有什么事情，我可以找我们把兄弟来帮我忙的。我们把兄弟他一定肯帮我忙的。
不要哭，你好好跟他们去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不会欺负你。那么你呢，姐姐？我，他们都讨厌我，都看不起我，我知道。你也一块走了吧，好不好？不。你一整天在外头打牌，倒还来怪我，家里的事情难道还要我们男人来管吗？说这么像样啊，有志气也不会老了一辈子的闲子。我打牌打我自个儿的钱呢，你管得着？那小的跟着你学唱，跟着你跑馆子，本来就应该你管的。你好了好了好了，空话不必说了。你们是不是想翻过来？我们这儿比你们那儿好得多，是朝南的，开间也大。真奇怪，那两个鬼忽然在昨天晚上偷偷地搬掉了，真没良心。那个吹喇叭的倒是个好人呢。哪一个吹喇叭的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你不管，你盘问小云，他一定知道，不然他跑到对面屋子里干什么去？你盘问他呀，事情准不会错。那个净东西。那么你站住，上哪儿去？进来。我去找老谷去啊。把门关上，过来。你不老实的说，我今天就打死你。背负头头上，听见没有？把衣服统统脱下，快一点。谢谢老谷，还吃点洗澡呢还是怎么样呢？你的肚子又饿了。车水，谷先生在不在啊？在在，刚来。谷先生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我到处都找过你了，真是要命啊。我们家里出了一件大事了，我们那个小姑娘小红突然在昨天晚上逃跑了。逃跑了？好了吗？就好了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算了吧，人家等得闷死了。很快的很快的，一下就好了。小红，猜我给你买的什么东西，一定喜欢的，瞧呢。给我。哦，我不要烫了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不告诉我？过几天我再买。老王，你老是胡报干什么呀？这个破墙我看着真难过。
你说我们应该送点什么给小红呢？哎，我想我送一把梳子给她。我们呢？这我倒没想到。小红，我送你一把梳子。我不要这个破梳子。哎，把你的耳环子送给她好了。行。我也不要耳环。哎，并不是给你做耳环子，手拿来。做我们订婚的戒指。哎呦，快修了，快修了。哎，快把喜酒摆上来！哎，快！哎，来！哎，没完没完！啊，怎么不喝完呢？喝下去，喝下去！你，慢着啊！嗯。哎，小红，你多喝点来。嗯，我头昏了。你再喝点。嗯，来来，谁给小红喝？谁给小红喝？哎，老王给小红喝一杯，好吧？怎么了，老王？怎么老是坐着不说话？我喝的很多了。对了，今天老王挺高兴的，他从来不喝那么多的酒的，今天喝的最多了。哎，我们大家来高兴一下吧。我这哎，好了，不要组织他。今天大家很高兴的，就让他说完一句话吧。嘿嘿，我叫小红，唱一个。你活了一辈子，只有今天这句话说的还对。行，唱个。不，我头昏，不要唱。我非叫你唱不可，我去拉弦子。慢，你变个戏法给我看，我再唱。也行，变就变。嗯，走去。好。嗯。让开，让我坐这儿。好。哎。这是硬功，不是软功了。哎，现在还有一套，把这个眼睛进去，把这儿出来，现在进去。哎，这是硬功还是软功啊？这叫做飞去白银。再变出来。好，现在再变出来啊！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白银。我知道，棒有的。叫白银出口。对。白银出口，哎，看吧，是晨报、新闻报，哎，老晨报、大公报，哎，看吧，新闻报、大公报，哎，看吧，是晨报、新闻报、老晨报、大公报。我没生意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没生意我们不管，你欠我们钱应该还我们。你不还钱了还要我们自个儿吃饭吗？你瞧瞧我的耳环都当了。多你这么一个人吃饭，小红也常常惦记着你，你为什么不逃出来呢？我看你也逃出来了，我真不懂你什么意思。
到了夜里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听见窗子外边那个风啊，屋子里那个灯给吹得一跳一跳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鬼下楼来了，只听到楼梯口，咚，咚，咚，停。来的吗？怎么的，姐姐？小陈，难道你住嘴？不是他，不管他什么原因。他总不应该半夜三更的偷偷的跑这儿来，他不应该偷偷的打听我们住的地方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住的地方的？谁告诉他？一定是你告诉他的。这个女人是不是住在这儿的？这个女人是不是住在这儿的？是的。不是问你。你说，是的。姐姐，我去煮饭去好不好？他们一定就要回来了。那个板壁坏了，我想拿报纸糊一糊。这浆糊有吗？有的。我给你买了药来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过从前那样生活了。小红，您的房子怎么样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身上还有一块钱呢，先拿去吧呢。一块钱就这么够啊？不够，明天再给你好了啊。好吧。
房钱收了没有？那给了一块洋钱。洋钱？你傻瓜，你把洋钱拿来干什么？洋钱现在不好用了。洋钱不好用？笑话，洋钱不好用，用什么呢？你不懂，从今天起谁用洋钱都吃官司了。吃官司？拿来我去换。程先生，这块洋钱给我挑张片子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洋钱是铜的吗？不，洋钱现在不好用了。嗯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好用？说笑话了。那么你还我吧。你没票子吗？没有。好吧。什么东西响啊？是那个房东，他说洋钱不好用。洋钱会的不好用？洋钱？哎，你怎么回到阁楼上去的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？我。他妈的，又要加房钱了吗？这谁呀？那是，就是隔壁剃头店的老板。哼，我正在找他呢。喂，你们的房钱怎么样啊？打算付不付啊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京都账房，从前不是你来的，现在又改租了，以后就由我来收。听房东关照，叫你们把欠着的三个月房钱在三天以内就付清，不然的话呀，就请你们搬家。三天以内。他妈的，什么事啊，老板？怎么又发火了？好了好了，你们赶快到别的地方找生意去吧，我这儿要关店了。关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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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不要哭啊！哎呀！拿着，不要哭，我有办法使你们老板不关店的。你们俩跟我去。
哎，一个有毛的来了。喂喂喂，让开让开。请里边坐，里边坐，请进来呀、啊，请里边坐，里边坐。我不是剃头的，坐下，人家坐下来。我是找你们老板的，我不是来剃头的。大家呀，我是找你们老板的。混蛋，放手！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大减价，很便宜。混蛋，放很快的，哎，看他们剃头的样子，很像杀猪啊！一下子就剃好的，不要急，我们三人剃，一下子就剃好的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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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混蛋，混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妈的！他妈的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们住的地方我已经找到了。行，那么您有没有看见那个女孩子在里面呢？看是没有看见，但是总不会错。天下有这样巧的事情吗？那个女孩子不接的那一天，那个小鬼呀也搬走了。是。而且我早看见那个小鬼跟小红啊有一点鬼头鬼脑的样子。老虎，是这样，你看怎么样办呢？皮子，你把一句话出来，由我们去干呢。好，明天我们看他去。他妈的！今天给我找到了。我问你，小红在哪儿？你说出来，你说出来，你快一点说出来，你呀、啊，啊，贱东西，慢慢放下。好，你要我的命啊！哼，我要你的命！啊、哼，你说出来，小红在哪儿？
对了，我们上去找找看。老谷，你看住他。老谷一定在那儿逃走的，贱货！老谷，老谷，爷儿，老谷呢？啊？啊？老谷。推到我们身上了。你想一想，我说的话对不对？不要挡着我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我去跟他们拼了。你犯得着吗？什么叫犯得着犯不着？你犯得着为那样一个女人去拼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犯得着为那样一个女人去拼了吗？老王，我对不起你，老王。小陈。小陈，你上哪儿去？我替你找他去。我，你昏了你！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。小云，小云。伤了吗，小云？小云，啊，快！老王回来了。快，你们先看着他，我去找医生去。小云，小云。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小云。小云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要
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，谁也说不上原谅谁。姐姐，不要伤心，小云，放安静一点吧。老王已经出去替你找医生去了。医生，老王，老王够红你了。老王，是不是他回来了？不是的，那是行业的警察，老王马上就会回来。警察？警察他来干什么？他抓人？他抓我？他抓他？放他！放他！小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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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他，小雨，放他，放他，一点没有什么，小云，你眼花了，小云，小云，放他，放他，他是个好事，他替穷人。累了吗你？钱不够，医生不肯来。